安娜不敢相信这个小眼龅牙的人竟然是她的相亲对象。你就是王贵啊？是啊。你到底是哪年的？我属狗。46年的狗还是34年的？46年的狗。王贵虽然长得抽象，但人家可是大学老师，教的还是洋气的英国文学。莎士比亚？嗯。那你对戏剧很有研究喽？咦，俺可爱看戏了。王贵可算找到了话题，兴奋地讲起戏剧演出的场景，那是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啊。可是俺小啊，就像那个泥鳅似的，自由钻进去，钻到后台看女演员换衣服。说到兴起，还表演了一段。刘大哥讲话理太偏，谁说女子相亲先，男子打仗到边关，女子纺织在家园。安娜尴尬癌都要犯了，当下心就凉了一半，着急忙慌甩了张好人卡，回到家气得直拍桌子。她不理解，一个教英国文学的，连莎士比亚戏剧跟地方戏都分不清。你没见她长得那个样，八字眉、三角眼、大龅牙，一看那个衣服明显大一号，肯定是问别人借的。真受不了。我最受不了的气质就是土，可老妈却跟没事人似的，还在说风凉话。这年头有几个人知道莎士比亚？还挑三拣四，有人要你就不错了。王贵也是一肚子委屈，他也不想谈了。俺觉得他可傲，可骄傲了，他都不睁眼看俺一眼，弄得俺心里可难受了。可表叔却不这么看，人家那叫矜持。女同志啊，都抹不开面子，他嘴上拒绝你，心里不定多乐意。表叔觉得有戏，帮忙搞了两张篮球票，可来的却是安娜的弟弟，问他爹问他妈，就差问八辈祖宗了。王贵越想越来气，这个人不行，很不好相处，周末不透，爱香了，强拧的瓜不甜，算了，不谈了。表叔表婶觉得这是未来丈母娘请小舅子把关，让王贵主动一点，这可把他愁坏了。同事帮他出了个主意，干脆啊，周六晚上约他去咱们校礼堂看卖花姑娘得了。哎，这主意不错。哎，票很难搞啊，一个戏才几张。这个办法好得很呢。王贵搞了两张票，鼓起勇气塞给安娜，期待着晚上的电影，却没想到差点被一顿饭搅和了。两碗面一头蒜，王贵就拿这请女朋友吃饭。咦，这个可香啊。来，吃。王贵是见饭不要命的主，一缕面条一口蒜呲溜吸进嘴里，声音大的像喂猪一样。安娜嫌弃的拿起筷子，用手绢擦了又擦，看了看还是放下了。王贵风卷残云般消灭了一碗，这才发现安娜一动没动。我不太饿，吃不下。咦呀，这不是浪费吗？你这个面要不我替你吃。安娜失望透顶，根本没法想象今后孩子的模样，脑海里就三个字，种不好。回到家就哭个不停。我就是这辈子不嫁，我也不会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。你没见他吃饭的那副馋相，简直见饭不要命，吃饭的速度比龙卷风还快，吃饭的动静简直比轰炸机还大。老妈不动声色把王贵请到家来，想看看这女婿到底怎么样，可把邻居们羡慕坏了。这是大学老师小王吧？听说你还会讲英文呢。安娜，你对象很不错嘛。安爸爸，安妈妈。这个叔叔阿姨啊。老妈高兴得眉开眼笑，王贵这次学乖了，吃饭不出声，禁锢着给别人夹菜。一顿饭的功夫，一家人赞不绝口，可把安娜气坏了。你七尺布就把你给收买了，你啊，一张篮球票你就帮人家把好话说尽，还有你封建思想包办婚姻，连点好处都不用给你的。哎，叫你一声妈你就把我给卖了，我天天叫你妈呢啊，你怎么不向着我呀？我都说了我不喜欢他了，为什么还要我嫁？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人向着我？老妈还就包办了，大手一挥就给他定了终身。安娜还在反抗，王贵却高兴坏了。那个皮儿啊，晶莹透明啊，摸了咦，哎，嫩吗？嫩，可嫩可嫩。亲了没？废话，肯定亲了，没亲怎么知道嫩不嫩，香不香？香，太香了，可惜呀，就吃了一口。不是你说的是红烧肉啊？兄弟们也是醉了，姑娘没记住，红烧肉倒是记得清。看来啊，这肉肯定不一般。一个月啊，咱就吃一回肉，怎么地
也得捣鼓成瑶池鲜肉啊。哎，王贵儿，给你派个任务啊，这礼拜天你还去你老丈人家里，坚决要把人秘方讨回来。中。王贵儿为了红烧肉一来就忙个不停，记得安娜够不着，重新挂了晾衣绳，修门锁，修插销，做蜂窝煤，一刻不停。老妈不禁感叹安娜要享福了，回头就开始准备嫁妆。可安娜不甘心，她要找王贵的表叔谈谈。安娜找到王贵的表叔，想要拒绝跟王贵的婚事。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，我去找过王贵，但是他在上课，我觉得可能还是找您比较合适。安娜还没说完，表叔一拍大腿表示秒懂。你想谈的正是我要找你说的，你们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时间长了人家会说闲话的。我同意了，我这就去找王贵去，一定把你的意思带到。您明白我的意思了？我当然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安娜高兴地回去等消息，可表叔理解的却是：啥？是他说的呀，赶紧办，不能拖啊。那还能有假？他亲口跟我说的。王贵感觉好像哪里不对，但表叔对自己的汉语水平相当有信心。真是个榆木疙瘩，还非得让人绕着弯来找我。你是没见着，那人家说出来的时候，那种如释重负，走的时候那种酣畅淋漓。表叔带着王贵来提亲，正巧跟安娜妈不谋而合，但这聘礼着实有些多。被子要六条，羊毛毯呢，也要一条，而且要全羊毛的。自行车也是要一辆的，还有缝纫机也是要一台的。一个大学教师怎么能没有手表呢？起码要宝石牌的。对，还有布料，起码要一匹吧。对，还有毛线要六斤，还有脸盆啊，碗筷啊，是吧？热水瓶。阿姨，叔叔，这婚我不结了。王贵吓坏了，老家尚且吃不上饭，这钱他可拿不出来。但他没想到，这不是要的聘礼，而是老两口准备的嫁妆。王贵看在眼里，感动得一塌糊涂。婚期就这样定下了，但老妈还有一件大事要办。她把蒜头找来，准备清除障碍。你帮我给刘波写封信，跟他说，再过一个月，也就是国庆节，我们家安娜要结婚了。他要是真为安娜好，就别再给安娜写信了。没过多久，安娜收到刘波结婚的消息，烧掉了所有的信，终于死心了。可她还没想好要不要嫁给王贵。就在这时，老妈摔伤了，王贵背着她医院跑了个来回，终于握住了安娜的手。借着夜色的掩护，安娜觉得王贵的皮也不那么黑了，人也不那么丑了，宽大的棒槌手踏实而温柔。两个人终于结婚了，但好像别人比他们还高兴。婚后的矛盾才刚开始，睡觉就是一个大难题。欢迎关注、评论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说。